恁爹啊都这么大岁数了，你咋能会说恁爹我学会跑了？那一次来我看着你个床上是被子包着的，那一回来是恁爹我有病在床上躺了几天，刚下来走两步你就会说恁爹学会跑了。赶紧滚呢，会跑了我。你这孩子，你跪着干啥？瞧着瞧着，你们看中啥了？你，啊，哎，这孩子啊，他一点不傻，他也知道这大过年来来给他爹拜拜年，怕他磕个头。哎，那就，哎，哎呀，跪着就算了，起来吧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不起来，你就不起来，起来干啥？你快快，你这。要钱的呀！这孩儿一点不傻，他也知道这大过年的，怕他给他爹磕个头，要俩压岁钱。掏吧，掏吧，掏吧，给他吧。哎呀，走，来，就这，大这不是钱。你拿着吧，拿着吧，不要，你说拿不住，不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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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不要你，你不要了，你连你那大点亏给我一刀，亏死你是账了你，受不起这儿一个你，哎呀，这孩子一点不傻，他也照要大招，逃吧逃吧逃吧，哎呀，老闺女刚给我一掌，可要是别再看见了啊，给，大哥大。拿着吧，你还扰扰，行吧，家不家的，看你说的啥话，恁爹这能会有假钱是不是？你还说了哪一次给我钱就花了，也那么花出去啊？一问是几年币，这别的还叫啥是几年币？我拿着吧，你看看那。爹就给的就是你，你不是不装不干了，装着吧，装着吧，怪不得你的，啥不得劲啊？哎，老大啊，我跟你说呀啊，我来时候啊，你都不知道我遇上多吓人、多吓人的事儿。呀，啥事儿啊？出祸了呀！出祸了啊！咋了？呀，那血都流到路沿上，围的可多人呐！啊，我想过去看看，踩咋都接不过去啊！你踩在我咋过去了？那你能会咋过去？这还啊，压死了我什么老丈人！哎呀呀呀呀呀呀！别站爷，你看你说的啥话真的。就我这我一摇开这花可闪开了呀。嗯，我跑到跟边一看啊，哎呀就是压死了啊。压死啥？一头驴。你看别站你，你看这汉子那拐弯抹角的骂他爹，你看你。老丈人啊，跳级搁那儿的。嗯，跳级。你这孩儿，你进门插门，你都跳级干啥？看看呢，看看啊！你那不是跳级干屋来了？你去看看屋来了啊！老板啊，什么跳级啊？那不是跳级是啥呀？我走着我这个账弄啥的我。老丈人，我将将走你，老黑听心欢喜，夸上我的好本事，人人都说你有点伤人。
哎呀，这常言说啊，那牧师去了皮，连那牧匠他都不认你。哎，你别看我这傻子门婿他学的就是嫩了啊，我这个调鸡是个坏母的，他连这一眼可认出来了。哎呀，这孩子官可真是个天才呀、啊，天才啊！天才呀、啊！你这小鳖子啊，你咋跟你爹乱开了？喂，这你先给我乱了，我先给你乱了。你看，老婆说的话就是中啊！一说老张高兴，可摸着胡子笑的呀。哎呀，真是弄啊！你干啥了？你搁这会儿？你老张啊！我将听奏的，老儿听心生气，骂声傻子你傻瓜皮，赶快离开俺的家，这案章没这么心急。哎呀，去年来你都气得我生了一场病啊、今年你又气我了不是？大壮，你站住！大壮，我，爷爷，我非打死你不可啊！你放下，你站住！你站住！站住！不站住！爷爷爷，放下！爷，放下不放下？你给我站住！放下！站住！放下！赔个不是，这咋说的？咋说呀？你说爹，我错了，那啥事不是了结了？这都中，都这都中。这好说。爹，爹，别生气，别生气，哎，气死我了啊！那门姐夫过来给你赔不是来了？啊，赔不是。哎，让你赔不是的，别生气了。爹错了。啥？你听听他说的啥话啊？你，爹，我错了。爹，嗯，你看，人家门姐都给你跪下了。嗯，跪下了，跪下了啊！刚才呀、啊，他是跟老人家开玩笑来。对了，爹没开玩笑的。哦，我是说的，原来你是跟爹开玩笑的。你别看我这门婿啊，真是学能了，也学会开玩笑了。孩儿，我跟你说，起来起来，以后咱开玩笑可不能跟恁爹开玩笑啊。嗯，你跑到那大街上跟那小孩跑着玩开玩笑都中，你可不敢跟恁爹再开玩笑了。中了，恁爹这么大岁数了，值不得你那一折腾了啊。不是不是，我不，咱俩不带乱了不中。哎，中，妥了。放心了啊，我再来都不再气你啊。对，那对。我要再气你一回。哎，站住了。
你和我老张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专业看曲剧的微信公众平台。首先我们打开微信，点击右上角的加号，选择添加朋友，选择底部的公众号，然后输入曲剧五五，曲剧五五，记得是拼音曲剧，然后点击搜索，点击曲剧大全，然后点击关注。关注完之后底部有一个曲剧大全，这个菜单曲剧大全，点击进去，点进去这里边就有各类的曲剧，什么陈三两啊、卷席筒啊、大棋板啊都有，点击进去了就可以免费观看了，赶紧关注吧。